他出来。他给不给你小孩吃？他给不给？起码给一半吧。
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哎呦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哎呀呀呀！没有了，就回一个人，没有了，哎呦，太可惜了。刚搬树不？哎，你把树搬一下，但是照顾那些猴子公鸡一样，我怕你去。把树搬一下哈，它松了，看它能不能过来。你看我来把后面弄到。喊你把树，喊你搬一下，对，用力一下那边搬，对，看能不能搬得动，能不能搬得动？好，好，离他远点喽。没事，好，摔了，好，走开，等下猴妈攻击你，好。这样说是啊，这说我的。爬起哦，你个人，哎呦！爬起啥意思？哎呦，还是把这个啦，都公了，哎呀妈！来靠近点。Thank you.
小的，小的，那个，哎，把家里，哎呦，他们饿坏了，那我十二点半的，你们别来，让老公跑快点，红包。老公小气。欢迎我牛哥。刘哥说是哪？对呀，我那个。